那老太婆留着眼珠子有啥用？我婶儿啊，你这么这样让人欺负，你怎么跟你儿子申冤啊？大兄弟，不瞒你说呀，自从广军这事儿出来以后，报上也报，电台也报，网上也报，就是说我广军是杀人犯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杀人犯他妈。这个案子就这么定了，只要这案子不能翻过来，我们就得受着，就得让人家随便打、随便骂、随便扔臭鸡蛋、随便啊拿着弹弓子崩。没办法，你得受着呀。谁让法律判他是有罪的呀？谁让法律判他是杀人犯呢？大兄弟，你记住，直到有一天这个案子翻过来以后，谁要是敢对我老婆子再这样，我咬掉他鼻子！哎，是，先别激动，还不快滚！我咬掉你鼻子！哎呀，动刀动动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去你想去的地儿啊。哎，婶儿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啊？我一个老太婆，你那么感兴趣，我还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。走吧。同志您好。哎，您好。我们是检察院的。哦，检察院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哎，师傅。哎，我麻烦你啊，这胡启娥什么时候回来？你通知我们一下。哟，这老太太的时间我可把握不好，她有的时候呢天天在家，但是有的时候她一出门啊，十天半拉月的她不回来。我怕我一忙起来啊，耽误你们事儿。要不这样，你们留个你们电话，他回来以后呢，我打电话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咱赶紧回去吧，省得这老太太指不定回到常州什么地方闹腾去了。谢谢您。哎，不客气，慢走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就这个小区。哦。哎，胡大姐啊。啊。刚才检察院的人过来找你了。找我干什么？甭理他，一帮废物。这大背头。哎，年老太太还真有一张。你这小区现在租金怎么样啊？一个月多少钱啊？不怎么样，就这两居室，一个月也就3000块钱，还不够贪官塞牙缝，所以我也不租，我留着自己用，万一有什么事儿啊，直接卖。那你是没找对人，你要找对人，根本不用给他们塞牙缝。你怎么老说我没找对人啊？哎，就你说的这些话，像不像骗子？大包大揽的，谁信呢？哎，婶儿，我可没大包大揽啊，我说那意思。如果你儿子真有冤情的话，我可以想办法让上头知道，帮他申冤。如果你反正情况不属实的话，那真没办法，谁都没办法。就这儿。哦。你现在说啥我也不信。我就这一套房子，你要看值60万，事儿办成了你拿走；要是不行啊，光显着弄钱那没用。放心，事儿没办成，保证一分钱不要您的。什么？就这个。哎，就这儿。
他这个值60万吧？哥，咱先看房，价钱一会儿再聊。不相信你再问问中介，让他给你聊聊。不行，我来，我得喝口水，不陪你了。哥，不会蒙不会骗，我能给你的是海平市10年的选房经验。这套房的建筑面积啊是95平米，套内的实际面积呢是81.3平米，地理位置还是十分优势的。因为海东区毕竟是咱海平市最好的区，尤其是在教育方面，那海东区绝对是6个区的老大。咱这福林苑小区虽然说不是学区房，但是现在不是政策已经改了吗？学区划片啊也已经取消了，现在都改电脑选校了。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海东区的优势了，因为海东区所有的学校的教学质量还都是非常不错的，选择入住海东区，那就相当于您孩子一只脚踏进了。没孩子，没孩子，你就别说这个了。你就这房子质量怎么样了？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啊。您看这采光，对吧？每天的日照时间最少在6个小时以上，楼与楼的间距也比较好。还有就是，如果说等您交房的时候，所有的什么煤气，这玩具是谁买的？哦，老大给他闺女买的。老大，沈广顺。嗯。沈广军他哥哥。嗯。哎，我不是听说他那个女儿走丢了吗？他怎么还买这玩具啊？哎呀。魔怔了，苗妹没找回来，可是她过生日，年年都给她送生日礼物。哎呦，这人贩子真是该千刀万剐。说这话有用吗？这不是官话吗？该千刀万剐的多了去了。我现在就管救我儿子，找我的孙女，其他我什么都不管。哎，大婶，你们家沈广顺车回来了吧？啊，回来了，该吃饭。那我就先走了啊，回头咱们再单聊。哎，他又不咬人，你躲什么呀？哎，避免节外生枝，反正微信电话都有了，再联系啊，再。哎，哥，哥，给你张名片，有事找我啊。大婶啊，这大白头谁呀？怎么一听说您儿子回来，撒腿就跑？你看像谁？我看像骗子。你不知道，现在啊，就这种人多，专捡老年妇女骗。一听说家里主事的男人回来了，立马就跑了。他就是一个骗子。哟，那你还敢让他进来？你可胆子真大。有骗子，我小儿子还有点指望。要是骗子都没了，就我小儿子就没希望了。大婶，这事儿吧，还得往好了想啊。呀，大哥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这是来看看房子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大妈有事电话啊。哎。我让他来看看这房子。你不是为了找苗苗，打广告60万吗？这房子，我看看值不值，能不能再涨点。现在就想啊，这眼睛闭上了，永远都不能睁开。你说的是我的话呀。
到了到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今天还跟上次一样，个顶个的都跟我玩心机打小算盘，我转身就走啊。坐，你说别跟吃素的似的，那光膀来干啥了？乔毅，打招呼。庄一伟，电眼科技 CEO。你好。坐。来，继续。我叫乔毅，网络作家，请多多关照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突然有了个灵感，我必须得赶快记下来，否则我一会儿就给忘了。大爷，这谁歌？这边。你看到我发那个携程旅拍了吗？帮我点个赞哦，谢谢。我们不要让他们打扰到我。接着聊，你说你是作家，那你都写过什么作品？其实我看小说呢，只不过我看的基本上都是侦破推理这一类。那你肯定没看过我写的小说，因为我在网络上就发表过一部小说，叫《梨花碎雨》。梨花碎是你写的？嗯。我很少在网络看小说，因为我觉得网络小说是很没营养的快餐。但是你的那部作品我还真的是看过，非常棒。真羡慕你，我真的希望我能像你刚才一样没心没肺的大笑。那有什么难的？做人不就是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嘛。说说你吧，你不是做什么电影科技的吗？听起来蛮高大上的。通俗点跟你说吧，其实我们企业就是在做生物视频的识别、分类、信息抓捕以及提取。我应该说清楚了吧？嗯，不过听起来感觉投入应该还蛮大的。投入是不小，不过一旦找到了目标，也就没那么难做了。相信你，我觉得你一定会成功的。祝你成功。谢谢。其实大部分知道我身份的人都认为我一出生就已经成功了，但是我爹，我亲爹，他觉得我每天都在狗屁吓唬呢。你是除了我妈之外第一个当着我面跟我说你会成功的。
谢谢你的鼓励。领导，我看这东西收拾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咱们先搬一趟过去。省委大楼的这个办公室啊，比咱们这儿大，咱们先拉过去一部分，等剩下的收拾好了再说。啊，不用，打好包子先堆在这儿，哪天咱们收拾好了一起搬，能一趟解决的，就不必麻烦司机班的同志多跑那么几趟，哎，也能少点油钱，不是吗？哎呦，您这考虑的真够周全。连油钱都考虑到了，你说咱们国家公务员要都像您似的，那能给国家省多少钱？现在老百姓的事情啊，我们的手还就是要松一点，为民谋利，这是我们的职责嘛，对吧？对待我们自己的事情，那可就要锱铢必较了。哎，这对每一个公务员来说都是必须的，啊。是是是。哎，领导您，不过你知道这外面。这些同志对您怎么评价？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哎，你说我听听。这有些同志说吧，说您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？都传什么水至清则无鱼，过度的清廉也是种腐败。哎，有些同志在您面前呀，连包方便面都不敢买。我跟你讲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这是我们对钱对权的正确态度。在原则问题上，我宁可矫情一点，啊，我宁可让人们用什么形容我，装十三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是能装一辈子，啊，一直装到死，哎，那不就证明我这一辈子不是装的吗？对吧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那个学雷锋学一辈子，那就成真雷锋了。怕就怕那个学个一天两天的。对。哎呀，在原则问题上，我张有成绝不通融。张一伟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为了这个儿子，郑双喜都该跟我离婚了。领导您放心，我全力以赴的支持您实现您的理想，我就帮您装十三装到底。不用说那么难听。小陈呐，你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，你的主要精力还是帮我盯住930杀人案。嗯。胡雪娥这么一闹，弄得我也是非常被动。现在的领导干部啊，最怕的就是舆论导向，尤其是在这个敏感时期，啊，要是有人在930杀人案上做了文章，那会直接影响大局的，懂吗？我明白，领导。那个原检察长那边啊，我一直保持联络呢。嗯，他们说等您啊向宋书记汇报完了之后啊，他们就全面启动，彻底查清930杀人案。抓紧落实。有时候，一个微妙的因素就会导致一个人的前途发生根本的改变。现在是多一事。不如少一事。您放心吧，领导，我全力以赴。好。谁啊？你好，我们是三丰派出所的执勤民警，有人报警，您配合调查，把门打开。什么情况？有人报警，说这里发生了强奸案。谁
谁把谁给强奸了？请出示您的身份证。还有啊，这里是您的家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请您让一让，我们需要进去查查。小王，别挑我。你们没礼貌啊！你们正在打扰我跟我女朋友的约会。配合一下，身份证。啊，身份证。您的姓名？我姓乔，叫乔伊。请问，刚才这位男士是您的男朋友吗？还不是，我们两个刚刚认识一天。里面那姑娘跟你什么关系？男女关系。张一伟是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在这跟我耍流氓，知道吗？莫名其妙，你们推门就进，到底谁耍流氓啊？那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。那昨天晚上你们发生了性行为吗？他是在你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吗？张一伟，请你注意你自己的言行，配合我们的执法工作。你要知道，强奸的定性是很复杂的。你现在把当天晚上发生的全部经过跟我详细的叙述一遍。全部听过，全部经过，无非也就是你情我愿，一直就是这样。最后，我讲了个故事哄他睡觉，全部听过。我再强调一遍啊，现在是有人报了案，你必须得配合，配合的作用是用来洗清你自己，这你明白吧？我们过来不是来害你的，是来调查清楚事情的，知道吗？有什么可调查的？门外的事情不用说了吧？这是他家，我没有强行把他拽进来。楼道里面都是监控，我不可能撬门进来，或者是尾随他进来吧？再说到屋里头，我没给他钱，他也没给我钱，这不算是交易，我们这不是嫖娼。剩下的无非也就是那点事儿了吧？再有就是跟那点事儿相关的其他事情。那点事儿你可以不说，但跟那点事儿相关的事儿你必须得说。这很可能存在对方在不同意的情况。没有不同意，这是他家，我没有强迫过他，他带我来的，你们懂不懂法呀？张一伟，我再一次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有出格的言行，我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行，我闭嘴，从现在开始我什么都不说了。给我下的套吧，不许跟他说话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干嘛呢？派什么呀？我的事儿还没有定性之前，我的照片要是流出去，对我的声誉造成什么影响，你们全都得负责任。警告你们啊，不许再拍了。目前案子还没有定性，是否立案都未可知。如果你拍的视频流传出去，一切的法律后果将由你们自己负责。扫黑除恶呀，是一项需要下功夫的工作，不是打几只老虎就能解决问题的，也不是拍几只苍蝇就可以完事儿。中央的精神是黑恶犯罪，一个不放过；不是黑恶犯罪，一个不凑数。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。在定罪量刑方面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的标准，不然的话就会形成喊空话的一项运动。还有啊，就是打散破网、打财断血的问题。重点是要查处官员充当保护伞的问题，商界不良资产提供恶势力温床的情况。现在我们经济发展了，有钱了，钱这个东西呀，我看有两面性。有的人有钱了，追求进步
有的人有钱了，追求腐化。在这个问题上来说，也反映出我们的官员和老百姓的整体素质，还有自我修养。我就说到这里，抛砖引玉啊。下面，请有成同志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，什么是黑恶势力。好，我就跟大家说一说黑恶势力的认定标准。黑社会性质组织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危害性特征。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下来以后还要详细的讨论细则。宋书记，我就先说这么多。好，我同意有成同志的意见啊，具体的细则呢我们还要仔细的研究，其他的事情就由有成同志来负责了。对黑恶势力的发现、取证、打击，以及检察机关提前介入、引导取证，法院对定罪量刑方面等等等等这方面，我们政法委都要依法监督指导。我还能跑了是怎么着？跟坐过山车似的。你们这儿娱乐项目还不少啊。姓名，张一伟。职业，你就写程序员吧。工作单位，电影科技。您二位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干脆直接大声讲出来就完了，我都听见了。张一伟，我告诉你。你现在在这摆出一副对抗的姿态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法律可不是用姿态来量刑的，我也没想你们所里给我颁一个什么最佳态度嫌疑人之类的奖项，咱就事论事儿啊，何必呢？张一伟，电脑里没有显示，请你说明一下自己的社会关系。对，我的户口没落我父母那儿，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问我，不必打扰我家里人。你在这儿跟我们较什么劲呢？我较什么劲啊？你们也不值得我较劲。我知道你们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姓张，你们就怕我跟他有点什么关系，好照顾一下，对吧？如果我跟张有成是本家，你们就正眼看我；如果是走街串巷卖菜，那就当场大刑伺候。张一伟，你看清楚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没有人有时间陪你在这逗闷子。是谁跟谁逗闷子？我跟我女朋友在床上躺着，正说悄悄话呢，你们就冲进来说我强奸，有什么事不能当场对质的，还非得分开问，一定得问出一个有利于你们诬陷我的证据。说什么呢你？别激动。谢谢啊。走走。听说办公室还没有搬过来。刚刚上任，千头万绪，一时还难以适应。检察院那个地方我比较熟悉，我在那儿躲着呀，有安全感。不会是遇到什么阻力了？克明同志调到部里边去了，过两天就到北京履新。等他的办公室一腾出来，你马上就要搬过来。哎呦，不着急，真的不着急，苏书记。我一直说抽时间过来跟您汇报一下工作，没想到手头的事情太多了。以前当检察长的时候啊，觉得已经够忙的了，这履新以后我才发现，过去那个忙那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来，喝茶。哎，
谢谢。刘成同志啊，嗯，组织部对你的评价很高啊。我们常说呀，提拔干部不能带病提拔，也不能违规提拔，但是有些地方就是违反这样的原则。为什么？有的人想一权谋私，二人才稀缺。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可要把担子给我担起来啊！尤其是这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，公检法是主力军。惭愧，宋书记，我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我们政法系统，那肯定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不给黑恶势力留死角。我觉得眼下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这个930谋杀案。这个案件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，我认为必须重点处理。嗯，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，为民服务，勤政务实，敢于担当，清正廉洁。前四个方面你都做得非常好，尤其是第四点，敢于担当。在930案件当中，你的行为可圈可点，甚至突破了圈层。在网上热议这样的现象，我们值得深思。宋书记，我那哪是什么敢于担当啊？那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胡雪娥那是突发事件，我是政法委书记，必须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。你现在都成网红了。你提出的人民的正义在网上热议呀，都把你做成表情包了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请宋书记指示。我们两个人共事多年，谈不上指示啊，我只是担心这件事情当时你夸下海口，可是事后在调查当中结果不如你所愿，这会影响你的形象。宋书记，我要的是真相，要的是公平正义，至于个人的名誉那都往后放。敢于担当，你确实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。哦，对，您接着谈第五条。你脑子可真灵啊！不敢不灵啊！您刚才说的呀，对于好干部标准的指示，刚才您说我前四条做的好像还可以，那么这第五条是清正廉洁，请您继续指示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这条单独拿出来谈吗？嗯，因为这一条比其他几条你做的都好，甚至境界都高。宋书记，我倒是觉得我应该做出检讨，因为长时间的忙于工作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，反而形成了您说的带病提拔干部。党的干部他都不会是孤家寡人，即使我自己很健康，那你拖着一个有病的家庭，肯定会对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。而且越是敢于担当的干部，你越担当，那么离家庭可能就越远。所以您刚才批评的对，我在工作和生活这个精力分配上有一点失衡，我要好好检讨自己。你看你看你看，我这话还没说呢，你就一套一套的啊。哎，我随便问一句啊，在咱们海平有一个平城四少的组合，一个人死了，一个人进了监狱。苏书记，
这个儿子确实太不争气了，我一定回去好好教育他。以前我一直跟他讲，你不要自称什么平城四少之类的，这起码是不吉利吧。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，都是公仆啊，爹都是公仆，那你这个儿子他怎么可能是少爷呢？这此风不可长。别往心里去啊，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。平城四少，这也不是你儿子张一为自己封的吧？只要他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什么平城四少啊，平城五美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但是我还是希望，我希望他的人生还是光明的。是。是。好，谈完了。谈完了，你先到下边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啊。你的事儿都结束了，赶紧走吧。走吧，还赶紧？不能够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可能走。那你在这待着吧。哎，等我。哎，张一伟吗？我这正忙着呢。您真是有什么具体的事儿啊？还就只是犯了要骂我的瘾了？讲话了，来，咱接着聊。今天必须把事儿说清楚。哎，你是真准备较劲是吧？行行，你呀，赶紧走吧。您当我是语音控制的，让我来我就来，让我走我就得走。首先是你们工作失误，把我抓进来，你们应该给我道个歉。再其次，谁报的假警，坑的我，你们应该跟我说清楚。要道歉是吧？来，我给你道歉。哎，聊聊，今天必须得把聊通透。聊。宋书记已经知道平城四少的事情。刚才我出来的时候，还专门点了我几句。我说跟一伟通个电话吧。你，我们俩现在根本就没法对话。哎，您先别生气。那兴许一伟这儿遇着正事儿，不方便接电话呢。领导，我是觉得你们父子俩现在都彼此都有成见了，这一说话一上来就呛着对方来。我现在已经对他不抱太大希望了。毕竟他从小到大是郑双雪带着他，我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。可是那么多母亲带大的孩子，尤其是咱们政法系统的同志，啊，多少丈夫管不了孩子，完全是由妻子带大的呀。可是到现在，我也没看见谁说变得跟张一伟一样啊。哎，那不是证明咱们一伟这聪明、脑子活、想法多吗？哎，兴许人家科技公司就是这种做事风格的。所以啊，你要对一伟，哎，多多支持，多理解。我已经没有多大耐心了，小陈呐，你一定要替我多关注张一伟啊！我觉得他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呐。我现在工作岗位变了，权力更大了，想从我这儿打开突破口的人也更多了。说实话，我要松一松手，既能救命，也能要命，所以我不能松这个手，一切都要按原则办事。但是如果你郑双雪还有张一伟，你们这些我身边的人出了任何问题的话，那我就是再坚持原则也是前功尽弃呀。我知道了，领导。
您就放心吧。走吧。来吧，道歉吧。你们要是能真诚点，或许我能选择原谅你们，接受你们的道歉。道歉？嗯，道什么歉？张一伟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一切行动都是按照法定程序来的，并没有任何人在针对你。人家姑娘现在没有打算追究，也没打算立案，你还这么纠缠着不放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等着把情况再反转一次啊！我要的是事实。再怎么反转，还能把没有的事反转成有了？就算你们把我当强奸犯给抓了，也定不了我罪呀！你们想定我罪，检察院还不同意呢。不是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姑娘都已经表示谅解了，那你就赶紧走。真等着刑警队来了，到时候重证据轻口供。你现在是有事实在这摆着的。事实什么呀？事实是我跟那姑娘睡了一整个通宵，她带我去的他们家，她给我开的门，我们开心一晚上，早上起来她报案说我强奸的，你信吗？谁信呢？啊！人家乔小姐并没有说是她自己报的警啊。真费劲，可算说到点儿上，我就想知道是谁报的警，要是不把那孙子给我找出来，我不可能操。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，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，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，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，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抵挡，迷失的方向拼尽了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住这辉煌，追寻着你的方向，燃烧我所有的力量，像一道光，刹那间抓着你。